为黄珊珊十六号一如往常进立法院，却找来学姐黄静莹等人。刚好民众党中评会十一点登场，就要讨论这回民众党账目争议上要如何惩处相关人等。黄珊珊这回再发文，除了致歉申请积极配合调查，也说借由司法厘清责任是万不得已的决定，却不提自己是晋总的这些高官。你如果真爱阿北，你如果真爱台湾民众党，好，我觉得要勇于出来承担。蔡碧如不止隔空喊话，挺柯网红大妈老司机就发文表示，当年蔡碧如一发生论文瑕疵，柯文哲立刻采取行动，蔡碧如也二话不说，以不伤害党马上辞职，也保全了新竹市长高虹安。还写到，如今黄珊珊出了这么大的纰漏，让党主席与支持者受到如此的伤害，主席您为何不一样的标准处理呢？贴文一出，蔡碧如也暗赞回应，这个时候不要再彼此怪来怪去，先把问题先解决掉。但蔡碧如紧咬黄珊珊的不只是账目疑云，金华城的案子蔡碧如也没放过。他是律师，他懂了闪躲法律，他可以就跟金华城一样，他完全闪躲法律，那个所有公文上面都没有他的名字。这个就真的诬赖黄珊珊，因为好几个副市长，每个人监管的业务不一样。那这个建筑啦，哦，这一些工程，这是彭振正副市长管的。那，啊，你要是说什么那个教育局的，或者说社会局，或者说这种文化局，就在黄珊珊这边管了。蔡碧如不论怎么点名黄珊珊，只见柯文哲不断帮忙缓颊，似乎要避免两个女人的战争，让民众党茶壶内风暴烧得更旺。华视新闻林婉瑜、陈建达、杨文上台报道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